今天翻车了，这是两台15PM256的原色和白色原封的，我加价300收的，相当于我到手价是7850，但是我看了一下今天远望的回收价格已经跌到7830了，有可能还要跌。作为一个行走多年的二道贩子，我终于翻车了，现在不能加300了，加200吧，你有的赚我也有的赚，如果一点都不想让我赚的，那咱就别玩了。好了，我要去把这两台回收掉了，省得亏得更多。走吧，这两台我已经收了一个礼拜了，就是按回收价格出发，在朋友圈都没有人问，因为大家都在拼着白补的价格去对比，所以我就把它回收了。你们猜猜我这两台拿去回收是亏钱还是赚钱？能亏多少？请大家评论区告诉我。刚才已经看了市场现在出货的价格，便宜的是7860，贵一点是7880，也就是差价20块钱。然后看我这台人家回收能给多少？256白黑白色和原色。对，别让我亏钱就行。7784，哦，真亏，我7850收的，真亏。好，收到。好了，两台15680。平均一台7840，白色原色一样价，亏10块钱。今天的猪脚饭没有了。今天把这两台出掉之后呢，但是我要去拿一台15Pro 256T 的白色，因为这个白色没有活动，真的是我有什么你们不要什么，去开一台。